们做什么盖饭？咖啡海陆盖饭。对，咖啡。咖啡加在菜里面。是的，没吃过对不对？完全没有。没有哎，先备料。OK， 可以开始了。是是是。八分钟。不然我告诉你，那三位虎视眈眈在看你，待会就跟你讲说时间到了，你还在那等。然后你们赶快讲话，不要理我啊！我跟你讲，龙师傅有说要照顾你，你跟龙师傅比较好哦。对。但是他帮龙师傅买机票出国。我有叫他不要回来了。单程嘛，买单程去没有回来的票。因为龙师傅不在，所以跟他感情比较好。在的人都不好。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。嗯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你就可以进行开始，悠哉悠哉的。比较紧张，做菜做的那么紧张干嘛？哎，我的肚子痛了。用咱们咖啡倒在洗手。好，先加这个牛肉。咖啡鞋的咖啡呀，鞋的咖啡。好，我先加的是黑胡椒。我就来纠正你啊，对啊，为什么用咖啡呢？对啊，就会比较好吃，会不会？他有一个种咖啡的故事，刚刚那个焦哥已经有跟我们说，两年嘛，两年几杯，含辛茹苦种了两年，两年两条咖啡而已，而且要两年的时间，是两年的时间，你啊，愚公移山的经验，这就是讲哦，咱戆人哦，唔通信咖啡啦，我以为你说戆人是好听啊，戆人卖进咖啡。对某件事情有执着的话，那他在厨艺上面应该有某方面的执着。对，我看出来没有。重要的是过程。对，目前为止看起来都还好。过程是牛肉是顶级的。对，厉害厉害。就先炒香的，对。对，而且你的节奏怎么跟刚那位怎么差那么多？跟谁？跟刚才前面那位。刚才前面两位其实都是乱做的。我们先把它盛起来。哦，对。我觉得你是帮龙师傅来报仇的吗？通常龙师傅在这边都不太讲话，他慢慢做这样。是是是，有学到他的那个精神。所以三位的哦，就算三位啦，小刚没有，小刚没有。三位的资历的话是什么样的辈分？他比较高。啊，是啊，管理的武功哎。来嘛，切开。右边那么安静，这样。然后他就一直呛呛，有那小刚师傅，你稳如泰山谁爹家的，跟他哈骂小 A 师傅啊，那我不是小刚。也许看的是小 A。My name is Small Break。有啦，有他的帅啦啊。原来这样子。哦，难怪，难怪一边安静这样哎。难怪他看到说师傅从头到尾是恭维啊。啊！我人一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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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只。刚刚是两个人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呛呛的。有时候我都是跳江的时候都还蛮好。小时候大师傅大厨，那要跳江都不知道。对呀，好来，杨峰跟蒜头来。先炒香，简单的哦。而且它真的很轻松在做，对。太敢做菜哦，菜做起来不好吃。对，就像大哥做起来好看，但是没有内涵。内涵。我今天一个强调你是个没内涵。没内涵是他。终于反击了。来，把我们的菇进来炒，放下去。好，这时候我加一点水。加点水。哦，原来菇也是，因为菇会吸吸那个汁，对，吃起来就会特别好。美白菇可能会吸的比较少一点，嘿嘿，啊，其他还会很高。一点胡椒粉，加点胡椒粉，这道蛮简单的，嗯，我觉得八分钟啊，对啊，啊，他又老青菜在那，对啊，青菜走啊，那青菜老青菜走，加点酱油膏，辣死猪了，加点油膏，加点酱油膏。只是比较慌忙，就是炒一个东西要三个那个锅铲。好，加一点味淋，对啊，米粒。其实真的很想跟各位，就现在在学，想要学厨师的，真的，真假一咬令老阿就是安呢。但是千万不当准一支嘴。还剩五分钟，还剩五分钟，哎呦，真的啦，哎呦，哎呦，
顺着做。等一下，甜点可以先上来了。哎呀，先上甜点，有甜点哦。哦，甜点是咖啡冻吗？有可能。你没有表情哎。嗯，对啊，你补了这一点老饼干，但是没有咖啡香，所以味道还没出来，所以脸的表情还没出来。所以龙师傅没有跟你交代说我们喝四碗肉面。这段他没有讲，阶级一点的有没有讲？他还是有留一手啦。对，所以他想回来，对不对？一定想。不可能了。龙师傅，所以好，真的不要以为那个好朋友就是真的好朋友，你引狼入室的，哎呀，找错人了，找错人有吗？这个是咖啡粉，咖啡粉，但是我现在用的是黑咖啡，黑咖啡粉不是三合一的，不是，那你要选择单合一的，那咖啡粉下了之后，黑咖啡，对，而且要最后下，现在是最后下啊，好特别哦，那个味道应该很奇特，对，好，喝咖啡我们会加什么？牛奶，奶精，牛奶，鲜奶，真好哦，这个真的特别，对，好，奶油。奶油量要多吗？奶油的量，你如果要奶一点的，就要多一点点。是，所以它烹调出来的话，它还是会有咖啡香。对，那我现在在吃。哦，记得上次的失败哈。哦，赞赞。现在第一次做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好不诚恳。来给入口就好赞的。你，好，这时候你再拿奖。真的，我们这边真的像个启发班一样，人性的扭曲。龙师傅第一次作战的时候啊，也是都不准啊，当然慢慢，哎呦，都会摆 pose， 有抓到 tempo。好，你记得咖啡粉不要太重，太重你的这道菜就变苦了。哦，我真的很想吃看看了。哎，有咖啡真的，偷吃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没有心理准备去做这些事情，很奇妙哎。来，这个是半糖的哈。对，是半糖哦，没有加冰块的啊，好特别哦，好特别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给我的，真的有咖啡香，然后又有那种感觉，然后又有牛肉的香，牛肉又有奶油，是的，又有香。好，我剩下分数就送给阿诺，不是已经满了？已经满了，真的？真的？不是八分钟已经满了？满了吗？哎，真的好特别哦，特别。想象，一直说好特别，没有说好好吃。不是，它的口味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是那个汤头而已，没有全部，没有全部，哎，全部就跑不了。我觉得它的口味，一分钟真的要留吗？你来得及吗？你要给谁？给阿诺喽。你讲没有，懂好呀？可以选择不接受。诚信一点，靠你了。觉得呢？从头到尾压着打，你这时候选择不接受。干嘛听他的？我接受。来，跟我们观众说一下怎么拍。因为他时间不够。海陆盖饭完成。